牙粉加1号链接，然后核桃的话拍的好的我看到了哈，然后核桃的话其实我跟大家说就是真正的我们在农户家里面哈，真正在农户家里面收来的核桃它确实是这样子哈，就是反正怎么说呢不太好看嘛，而且有大有小的哈。我的牙齿没有那个二好，二的都是直接咬一下咔叽就吃了。哦，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是不说上车，上车了，上车了。来，核桃已经上车了啊！哎。这个链接怎么是65米的链接啊？稍等一下啊。稍等一下，是5斤啊，核桃是5斤啊。开心就好，每天开心就好，核桃是5斤啊。因为我们这是收的核桃。我们这个核桃，是我们这个核桃是农户家里面收的核桃啊，对，只拿了几块钱，之前是58吧，58、66、65、58.9、60，涨了几块钱吧，因为就是收的，之前我们核桃。59是吧，59 65涨了6块钱啊，因为我们之前的核桃是很多都是其实都是自己家的，就是阿乐或者是阿乐亲戚的，然后我们这个核桃我们是收来的5斤的话我们就要已经就要59块钱，5斤的话我们就要50块钱了，然后再加上平台的扣费跟那个邮费的话现在要卖到60块钱了，65块钱差不多。但是赚几块钱对我来说，其实我觉得多赚几块钱对我来说其实也没什么作用，但是行情价是这样子的哈。再加力哈，刚给我回信息了，我时不时会看一下手机，就是R2。有的时候大多数的时候我看手机，就是阿乐在，其实就是在跟阿乐说话。59我们去年是59块钱是吧，李拍好的谢谢啊。
还有需要核桃的我们去拍，然后就是以前我很爱吃核桃的，以前我很爱吃核桃的。然后今年的话，今年因为今年核桃刚上市没多久，然后今年事情比较多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心思去吃这些东西。核桃哈，我特意给你上一下的。拍了我就给它下了吧，好吧。来，你们两个在一起吗？二在家里哈。欧克无情，欧克无情，二在家里哈。他今天他不在哈，不在宿舍。来，核桃，核桃已经上架了哈，在一号链接，一号链接需要核桃的。需要核桃的还没有，需要核桃还没拍的赶紧去拍，拍下我就给大家下了哈，我就给大家上一会儿我就下了。核桃有味吗？核桃很香哈，我们家的核桃是我们的粉丝，只要是我们的粉丝几乎都拍过我们家的核桃，没有一个说不香的哈，因为我们是这帮你去这个是山上摘的哈，吃过了基本上都知道，因为你在街上买的很多核桃它是这样子。因为街上买的很多核桃，它嫁接的很多嫁接的核桃，它嫁接很多次的那种核桃，它是那个皮啊，它核桃皮它会那个有一点苦涩的味道。那我们家核桃，你基本上皮也根本不会苦涩。很多小孩子他不爱吃核桃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很多核桃皮它是苦的，但是我们这种核桃皮不苦啊。还有跟大家说，跟大家说。很多人直播间对不对，很多人直播间说啊，我那个是什么薄皮的核桃，只要一捏就碎的，很好吃什么什么，其实我告诉大家，我这个是硬皮核桃，薄皮核桃不可能比硬皮核桃香的，知道吧，薄皮核桃它是相当于是人为的，知道吗，薄皮核桃它相当于是人为的，就是说经过多少次的怎么弄一下，然后把它相当于转基因一样把它弄成薄皮的，是吧，晚安晚安谭姐姐，晚安，早点休息啊。 有加工过吗？有是牛奶味，没有加工过哈，我们这个核桃是纯正的核桃的原味哈，原味它原味就已经非常香了哈，原味已经非常香，因为我们是老树核桃，山上就是我们在农村里面跟农民手上收来的哈，老树核桃哈，没有不是那种加工成各种味道的哈，没有哈，很香哈。打折扣是吧，来，需要的知道的继续拍好不好，需要的知道的懂的相信的我们就去拍好不好，我数三声就下了好吧，再买等下次的。我们核桃是原味的，是老树核桃，一点都不苦涩，都不苦涩，很香哈，捏的会牛油的哈。来，我数三声，三二一，下架，下架。没人付款了，赶紧付款，我下了啊。我哥家里种的很多，如果自己家种的话，那是肯定是特别好了，对不对？核桃口味肉质都很好，会够很多吃的。谢谢谢谢谢谢。然后现在也十一点半了，现在也十一点半了。我在想，如果家人们就是有需要什么农产品，有需要什么农产品商户，你们可以直接跟我说，我直接给大家上一下，我就下了，然后我们聊聊天呗。
聊聊天，我们就早点去休息。以后我尽量早点开播的话，我尽量早点给大家开，好不好？早点给大家开播，不要因为现在天太冷了，不要这么晚了，然后太晚了开播，然后播了太晚，像以前夏天的时候跟二开播开的还开到12点，有的时候还开到1点，然后大家都一直陪着我吗？哎，这个咬核桃这个动作太不雅了。你看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二瞒着我收了这么多货，收了这么多商货，然后自己人也不过来卖，哎，真的是这个女人真的是。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现在直播间人少了，是不是没有人知道？有没有人知道？这个也是很好吃的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大家肯定不知道。我知道这个的话，大家肯定是不知道。这个是百合。明天请他来卖。苏怒龙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叫苏怒龙，那个叫鹿龙菇哈。那还有一个是百合，另外一个是百合啊。百合怎么吃？我觉得我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，像我一个连饭都不会煮的人，你要问我百合怎么吃，我就告诉你煮着吃。百合可以拿来干嘛吃啊？百合可以拿来就是平时炒菜、炒肉就可以吃，就平时炒着吃，它就是一个农产品嘛，普通的农产品啊。百合可以解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其实我不是说，完全不会卖。我不是说，我自己本身是做销售的，其实我是会卖东西的，就是我不会在抖音上卖东西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一说就说到专业知识了，我一说说到专业知识，我的专业知识不能在抖音这个平台上说了，你知道吗？干百合打粥喝，对，百合可以打粥喝，可以炒肉，反正我没有打粥喝过，我有炒肉。我把那个百合来炒肉吃，百合可以解相思。我以前就是有段时间我不是回福建了吗？然后我就听说百合可以解相思，我就去买了一些百合回来吃，看一下后面有什么品。来，有人，还有没有人想看的？还有没有人想看后面有什么什么东西？百合对肺比较好是吧？回忆姐什么都懂。那有没有人想知道后面有什么东西？都是二说的哈，有些东西我都不知道，可能哈。有没有人知道？有想知道的，我们打个响字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想知道的，我们打个响字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把后面的东西给大家看一下。想，只有两个人想啊，太尴尬了。我觉得我这样想，四个人够了。喂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么多人都想看吗？好的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。
百合怎么卖？百合我们一斤是120哈，百合我们一斤是120收的哈，120很贵，80一斤，我们是120一斤收的，我们是正儿八经他们农户自己种的，我们收都收到120了。这个是不是普通的百合啊，这个是龙眼百合啊，不是你们就是平时吃的那种，我们一年总吃是吧，你经常吃是吧，这个百合叫这个叫龙眼百合，叫龙眼百合，反正跟我之前在福建吃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哈，我在福建的时候我吃过百合拿来炒肉吃，但是跟这个不一样，这叫龙眼百合啊。百合吃了，对，刚刚那个辉姐说它是肺哈。百合上车，西后有三种百合是吧？这个是龙眼百合，有需要吗？我把有几个人想要百合的，好不好？百合我半斤半斤给大家上，好不好？百合我是半斤半斤给大家上，有多少个人要百合的我们扣一好吧，我看看几个人我就上几单，我真的就是几个人我就上几单，一单都不会多上，本身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自己可以吃的，一个邂逅好吧，就邂逅要吗，只有一个只要上一单是不是，安琪还有没人要，这个是初级农产品啊，初级农产品啊，这是百合，只有两个人那我就上两单哈，就上两单，两单只有一斤哈，我现在马上给你上哈，给大家上，下次再买要等不知道什么时候了，可以这么说，要一斤是吧，要一斤那你就 OK， 那我就上三单好不好，邂逅你拍那个你就拍两单好不好，邂逅你拍两单好不好，邂逅阿姨你拍两单，然后安琪拍一单好不好，然后拍完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后面还有什么东西，看你们需不需要好不好，那没有人要了哈，没人要了我去上架了哈，我就上三单哈，大家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好了哈。等我一下，我在用笔记本电脑给大家上哈，上三单哈。来，百合已经上了哈，百合是这样子啊，百合我们是120一斤，我们百合是120一斤收的，我们是半斤半斤卖哈，半斤的话是60，半斤60的话，我们平台不是啊，那个快递是5块，快递是5块，然后平台的费用再加上我自己本身只有我跟大家实话实说，我说的话绝对是不可能哈，不会骗大家。我们平台费用是7%，7%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
我们卖100块钱，平台要扣7块钱，要扣7块钱。我一单是72块钱，72块钱的话就是7%，就是749，就是5块钱，平台要扣5块钱，相当于我半斤是成本是60块钱，然后平台要扣5块，快递5块，10块，就是70块，然后我一单就是一单就赚2块钱，知道吧？这个东西我们要走量的，以后我会去农户家里面边收边收边卖。我们赚的是什么钱哈？我们赚的是就是单价低的钱，就是有些东西单价比较低，然后它平台扣费扣的就比较少，还有一个我们量出的多，它快递会给我们便宜一点点，其实就是这样子，赚的是这些钱。如果正儿八经去算的话，有的时候都算的是赚不了什么钱了。以下两单，然后安琪下了没？就是在一号链接，你下了我就下单了，我就给他下了哈。来，大家有需要百合的哈，大家有需要百合的直接去拍，有需要百合，这个是龙牙百合哈，这个是叫龙牙百合，可以拿来熬粥，可以拿来炒菜。煲汤都可以哈，这叫龙牙百合，需要的我们在一号链接去下单，然后邂逅是吧，邂逅跟安琪我们都下了，那其他人没有我就下了哈，我就把它下线了哈。鹿茸菇多少钱？鹿茸菇我们是半斤半斤卖哈，鹿茸菇半斤是67哈，67米啊，鹿茸菇是很好的啊。来，龙牙百合还没有拍的，我看到还有人在付款中哈。我看到后台龙岩百合还有人在付款中，赶紧去付款，我就给大家上别的东西了哈，给大家介绍别的东西哈。去拍一号链接，72的价格是能拍到半斤。好，半斤已经很多了哈。来，这个是鹿茸菇。鹿茸菇有需要的话，凡哥今晚独步天下。今晚对，好吧，浅浅就是鹿茸，这个是鹿茸菇，有需要吗？有人需要鹿茸菇的，我们在直播间扣个一，我看有人要，有超过好不好？有2个人以上的要，我就给他上架，好不好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就下一次拍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因为也好麻烦，其实说实话，就改价格了，什么7、8的，重新做面膜。手上的是鹿茸菇，鹿茸菇是半斤半斤卖哈，倒出来是吧？这是二手的鹿茸菇啊，很香很香，我靠，超级香！我去拿一下那个，这个鹿茸菇超级香。跟那个叫什么？这个是农户手上收来的鹿茸菇，可能样子没有那种超市买的那么好看，但是很香很香，肯定比超市买的香哈。鹿茸菇它的味道也是很香很香。跟那个昨天晚上卖的那个叫什么杨豆菌，对，跟杨豆菌真的有的一拼，跟杨豆菌有的一拼，很香很香，但当然没有杨豆菌那么香，但是真的也差不多了。但是杨豆菌多少钱？我被气上火了是吧？叶姐啊，你被气上火了，你可以吃点葛根，上火火气大是吧？火气大就是肝火旺盛是吧？
别气别气哈，反正生死之外都是小事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我现在给大家看的是鹿茸菇，鹿茸菇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哈，出行农产品哈。有需要的话，我给大家做一下链接，好不好？买一单试试。现在不要拍哦，不是这个哦。来，有多少个人要鹿茸菇？鹿茸菇，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买鹿茸菇哈，因为我们鹿茸菇它也是非常非常香的，就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吃，然后还有一点它很便宜，半斤只有67块钱。半斤只有67块钱，我们的那个叫什么，昨天晚上卖的那个叫什么，我操，我又忘了。杨杜菌50克就要将近100块钱，杨杜菌50克就要100块钱，但是鹿茸菇它半斤，它跟杨杜菌一样的味道哈，跟杨杜菌一样，就是很香很香很香，不是普通的那种蘑菇那种香味啊，很香，它半斤只要67块钱，半斤可以买到很多的哈，我这里面才几两哈，香，太香了，真的太香了，来。有多少个人要的我就上多少单，浅浅要一单是不是？谢谢毛关注的主播啊，谢谢毛啊，关注主播的家人们，我们在关注主播的家人们，我们顺便给主播加个粉丝团好不好？来，浅浅要一单，我给浅浅上一单好不好？然后那个安琪474我们要不要呢？我倒出来给您看了。还有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家人们，还有167位家人，还有没有人需要的我就给您上一下，我马上就下了，我只上，如果没有人的话，我只上一单，好，我只上一单 ，OK， 好吧，我现在马上给你上一下，好吧，我马上给浅浅上一下，哎，大家稍等一下啊。没有人帮忙还真的是有点麻烦。马上好了哦，主说哪一单，一个一个来好不好，邂逅待会好不好，我把鹿茸菇先上一下好不好，把鹿茸菇先上一下，然后这一上主中好不好，主中也是很香很香的哈。来，现在一号链接是鹿茸菇哈，现在一号链接这个各类什么山货干货称重这个哈链接哈，现在一号链接是鹿茸菇，我们需要鹿茸菇的赶紧去拍了我就下了哈，就拍一单，就那个叫那个浅浅你我就等你哈，你拍了我就下了哈，赶紧去拍，我就上一单哈，我就收起来，然后大家
一号链接67块钱是半斤的鹿茸菇，半斤鹿茸菇有很多哈，我们去拍，拍完那个跟我说一下已拍，浅浅你拍一下，你拍了跟我说一下已拍，我就上别的产品了哈。豌豆乳菇已拍是吧，拍了是吧，好的哈。有羊肚菌吗？有的哈。下方一号链接哈，一号链接是鹿茸菇哈，下方一号链接是鹿茸菇，我先收起来哈。羊肚菌有需要的话你稍等一下好不好，羊你稍等一下好不好，我先上一下那个竹荪好不好，先把竹荪上一下好不好。我把竹荪倒下来，倒进来哈，还在，在的哈。稍等一下啊，大家好，我再给大家上那个竹荪啊。来，现在一号链接是邂逅啊，邂逅现在是一号链接是竹荪啊。竹荪的话，竹荪的话，如果是竹荪的话，如果是城市里面的人，应该都没有吃过吧，对不对？竹荪只有在山上才有，对不对？在那种就是很原始的森林里面，是不是？很原始的森林里面才有。然后这个东西可以是干嘛？来煲汤喝，很香的哈。来，那个邂逅，阿姨，我就专门就是给你上的哈。你拍了跟我说一下已拍好不好，跟我说一下已拍，现在一号链接竹荪我们是50克，竹荪很轻很轻，50克可以拍很多的哈，竹荪是我们是50克起拍哈，竹荪50克起拍，50克我们是42，50克就已经很多了哈，这个是几乎是没有重量的，很轻很轻，比就是跟白纸一样，比白纸还轻，竹荪比白纸还轻，就很轻很轻，一张纸一样哈。来，还有需要的我们赶紧去拍，竹荪拍完我就给大家下了好不好，我数三声就下了，3、2、1好不好，下了竹荪就下了哈。今天晚上啊我都下了，你要吗？这不是蘑菇哈，这不是蘑菇，这个叫竹荪，好吧？你要的话，我就给你这上一单，因为我已经下了。
这个叫竹荪，非常非常香，不知道你没吃过，多少也一袋是50克哈，一袋50克，它很轻，很轻，50克可以买到多少啊？我就跟你说吧，这里面大概也就几十克，这不是香菇啊。好久没有看到你和阿尔的农产品了。这个竹荪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竹荪真的跟其他农产品不一样，妈这超级好吃，这个真的。那个粒你竹荪的话是42一单是50克哈，需要的话我可以马上给你上一下，我就马上就下了。没有的话，需要的话在直播间扣一，好吧？你如果需要的话，你扣个一，我就给你上，我就知道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跟大家介绍后面的其他产品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其实我都不想介绍，这些东西都有。我靠，不是吧？不卖又拿出来诱惑我，我去收嘛。过两天去收嘛，因为我这个收了，我拿去送人的。我第一时间。过两天好吧，我过两天我再去收一点，然后再卖好吧。阿乐去哪里的？阿乐在家里。阿乐今天晚上家里很多人。叶姐啊，你没事，你想要的话，我给你寄一点过去就行了。我虽然不卖，但是你能喝到，好吧？来，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，现在很晚了，现在已经12点了哈。12点的我们，左上角没有给主播点关注的好不好？没有给主播点关注的，我们在左上角给主播点个关注，然后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好不好？加入我们的粉丝团，下次我们开播，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信息的。然后下一次，如果你有想吃什么东西的话，你告诉我，我就给你带，好不好？如果我不卖了，像今天晚上一样，我红雪茶我不卖了，但是有人想喝 ，OK。我就给你寄过去，好吧？因为我觉得大家会在我直播间买东西，就是其实说实话，就是信任我，也把我当自己人，把我当家人，把我当朋友，对吧？所以一样的，人都是相互的。你们对我这么好，我打心里面也把大家当成自己亲人一样的。像杨豆君，好的哈，杨，我给你上一个杨豆君哈。来，我们还有没有其他家人需要杨豆君的，我们也上一下好不好？我们也把杨豆君拍的好不好？我把杨豆君上一下，希望你们一直开播。好的好的好的哈，谢谢。我把杨豆君上一下好不好？上一下我们就下播。来，咱直播间差不多都是60、60年的多，其实很多东西都有哈，山茶有些莲子这些都有哈，但是就是有些东西我们其实直播带货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，我们卖货之前我们要准备图片，然后就是怎么说，要准备图片，还要准备那些什么生产资质七八八的。这些东西很麻烦的，因为农产品它哪里有什么生产资质呢？那要拜托这个拜托那个，叫别人帮忙弄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要提前说，然后我就是想办法去弄。东西是有，知道吗？东西是有，但是没有链接，没有链接，所以上不了架。我可以，大家需要什么东西可以在直播间里面跟我说，然后我可以提前给大家上，就是做一下链接。挺麻烦的，对，挺麻烦的，一拍是吧？然后一号链接是杨豆君，今天晚上最后给大家上一个品，就是杨豆君的哈。我本来今天晚上我本来想给大家上个，起码给大家上个20个品，结果
结果没卖多少，我靠，就已经十二点了，是我卖的太慢了哈。需要杨东勋的，我们赶紧去拍啊。下了。早点去休息吧，我手机马上没电的啦，连上零食。燕燕姐，你要什么零食？明天我给你上，好不好？今天晚上干这个一个人不行，忙不过来，是有点忙不过来哈。上零食，好不好？莲子姐，是那个山茶油姐姐，我们莲子，好吧？莲子也明天上，好不好？燕燕姐，莲子也那个零食也明天上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早点休息，好不好？然后最后我们晚安，我们公屏一起晚安，拜拜。明天上，明天早点给大家播哈。早点休息，对，早点休息，我们一起都早点休息啊。明天见，拜拜。